来一个。对，这还是使用跟第一段一样的，然后后面那句是虚音。对。这句话是没有实心，这个是虚音。对对对，单个的 part 的，怎么像这么多人唱？最后一段就全和声，然后合唱就行。完了，我进去录一个低八度，低八度的和是吧？也不是低八度，对我来说这调就是正常的，比他们肯定是比女生调低了八个度。我们已经剪了三个小时，加上我自己录的差不多，就给大家看一点点。刚才我唱的太没有感情，还行，我觉得还太懒散，我得重新录一遍。这句话还行，这个也可以，这说话的也很好。那就签。这这个拉乌户，这个拉乌户，你把实习同学声音去一下，他感冒了，他那个地方鼻音太重了。这是徐阳的吗？对，他前面那个拉有一个单个的，你听，这个是合的，这个是合的，哦，他多加了一个拉，这个不要。啊，他说出来，他这句话进的真的很好听，对，他这句话真的进的很舒服，但开头徐阳进的就很可爱的，就是这个风格一下就定了。他的那个，他那两个不是哦哦没搭上吗？但那个不用管，那个挺好的，我喜欢后面拖的那个音，很好。Wake up, lover, lover, lover， 在有你的圣诞节，幸福早已经在微笑，让雪花融解进我承载你两个人前。我代表红桃娱乐向你们敬礼，三路 ，lover, lover, lover。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首圣诞节之歌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 I love you guys， 向你们敬礼， salute， 拜拜。